That's twin flame, yeah. My girl, you're tethered to my soul. Maybe the stars hold our control. Maybe the God is back, I hope. But you should know that we're letting go. Okay. 然后现在在等，坐在这边等 check in 就可以了。这个迎宾茶喝起来没有很好，它是斑斓叶加椰子的味道吗？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好像有一个私人管家的感觉，他来帮我们，就是帮我们说明所有的东西。你 check in 也不用站在那边等。哦，好，这是什么？酒壶。OK， 这也太大了吧！房间，哇，今天到这个，我们现在在普吉岛第二间饭店，叫做诺库 Phuket。啊，我们这间晚上一个晚上大概7000吧。然后那个订房的时候可以跟他说你要哈尼木，他就会给你这种花，然后还有那个毛巾、折毛巾，然后厕所。哦，这个很会写的名字。然后再来厕所它是两个，它有两个洗手槽，那厕所蛮大的。它这个。他直接帮你泡泡浴好了，就不用在这边再用泡泡浴。那我回来会不会就想跑？好，然后重点来了，重点，还行。然后还有这里，私人的泳池，太爽了。然后我们刚才是在那边啦，那个公用的饭店是在那边。我刚才赶时间租了一台摩托车，然后现在来按摩。本来就订好了，这家好像很红，叫做 Fumotra。这些按摩的很厉害。嗯，这家按摩我们大概两三周之前就请饭店先订，然后这个好像是很便宜，然后服务又很好。它整个现在进来这个很精致。这个 menu 也太长了吧！哇，这可以闻精油，你想要用哪一种？我的妈！这是 Fila 吧？这间根本就是 Fila， 这不是按摩店。不是，我。两地两张洗脚一次，然后这次按摩区，超像饭店，这根本就是 villa。然后厕所，我们总共按了2个小时，然后是可以，我们是选那个，一个是 herbal 的。然后热的 herbal， 然后还有一个热食的 herbal 都有，然后只有 herbal 的是1080，然后还有热食的是1200，还不错。
就是用餐区。看完我还有这个点心可以吃，热茶，然后这个看起来像月饼，小点心的茶，然后这个是点心面，这个吃起来有臭豆腐的味道。My twin flame, yeah, my girl, you're tethered. 我们现在到这个青蛙夜市，刚按完摩，然后来吃东西，太饿了。太便宜了吧？这一串才20。不要。我们刚才走错了，发现那个也叫秋吧，但是它是秋吧二，然后再往前走一点，有一个更大的秋吧。这一区是卖衣服，后面应该有吃的吧。啊，这里全部都是古着，全部都是古着，古着店，超多东西啊。买一个台湾也喝得到的东西，马来西亚很难找。喝十二冰。妈妈面。秋吧夜市比想象中大太多了吧？而且人超多的。这个丸子不知道什么东西，看很多人买。狮子头。这边有点像那个，那天逛的那个叫什么？曼谷那个。哦，乔德夜市。乔德夜市。买精油。结果这个秋吧是我现在逛过觉得最好逛的地方。现在要去 Big C。买了回去台湾东西。现在来逛 Big C 超市，逛到关门，买了一大串，超重的，买了2000多块，不知道还有人在走私。And you go Anuman today? Oh yes, yeah. And we have a taxi pick up already. Well, I booking in 10 o'clock. Yeah, you booking 10 o'clock. 所以我们又是快速的吃完早餐的，根本没有慢慢吃。那个飞索提早来接我们，派我们现在吃早餐，吃到一半我们就得出来。还吃10分钟。对啊。Hanuman World. The blue one for the roller coaster. And the team for the zip line is yellow team for the zip line. 刚才吃太快，哇塞，这很高哎！
快吐了。What happened? Yeah. Up your leg. 我在等。哈哈哈哈哈哈！好笨。小抬起来，小抬起来。有够爽的。哎呦，你怎么又滑走了？ Sorry, I'm so happy. Leg up. 好玩吗？好玩，好久、哦。好想吐、哦。坐这个车子太像当兵了吧？真的超久的，我觉得超级久。哎、欸，靠腰这个其实很可怕哎。有人觉得很可怕。然后我们现在在这个 Skywalk， 其实我觉得有点可怕，它就是走这种，然后往下看也是很高。刚才那边有他们帮我们拍了 GoPro 的影片，但是我们后来没有买，一个影片好像是800，然后一堆照片，照片我觉得还蛮不错的，照片总共900多张哎、欸，对啊，总共才900多块，100多张，但我们也是没有买啊，因为想说算了，买照片也不知道干嘛。好，我们等一下拍拍照要去吃饭，应该是待会吃饭的餐厅。然后我们这边有送午餐，送的吧费。点两杯酒来喝，然后来这边游泳。哇，饭店的泳池，这个是公用的，但是无边际的。现在要准备去普吉镇，这是我们坐在诺库的这一个下午。好，现在到普吉镇了，完美拍照。哇，这个帽子。现在来这个 Terrace。现在在 Terrace 吃冰淇淋。这个是一球是85，然后这个圣代是经典的圣代，应该是195。你是点百香果跟什么口味？百香果跟凤梨口味。跟凤梨。哎，这个，然后这个是 banana， 然后跟 cookie。那试试看。No。还有加点饼干还是什么，很好吃。它后面，它外面是花生糖，这上面是花生糖。嗯。然后冰淇淋是香草味，我觉得很不错，但是香草味没有特别重。然后是什么？是奶油。你还有一个这个饼干哎，鲷鱼烧饼干。这是配在一起吃吗？嗯，沾着一起。我现在咬到线，这是凤梨酥哎，我的比较好吃吧，很好吃，真的。我们现在在 Kakao Restaurant， 他说两片叶，不知道两片叶是什么，好吃，真的，嗯，但不知道这是什么菜，这是黄贡菜啊。那这个也蛮好吃，这个虾饼也蛮好吃。它跟我那天在那个水上市场吃的蛮像，应该是避免推荐。辣，好吃。不辣，不辣，很够味。现在吃饱饭，已经天色已暗。现在 Erica 自己
刚才去做指甲，然后我自己在这个普吉镇这边找一家酒吧去喝个酒，在旁边而已。等一下他做完指甲就会过来找我。Simpler times, I never cried when summer died. 完了，我挑指甲。现在要跑来按摩了，很早一点。精油才400一个小时，这件蛮推的哦，这件很不错。它那个力道啊，什么都蛮好。这件叫做真沙板马莎，在普吉。的那个老城区这里，在最后一抽，最后要走前再拍一张。哇，这个是外带早餐，超大袋的。我们现在要离开普吉岛。哇，看得到海的机场耶。